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侨界，大家都非常支持，什么事情大家都很团结，都可以做得很好。最近这个蔡英文要路过他过境洛杉矶过境，那对，我们在洛杉矶的朋友们，从4月2号、3号、4号这三天，都是组织人来反对他，让记者知道他到这边来，我们是反对台独的，这样。所以关于台独的一些事情，只要路过洛杉矶我们都去反对的，这样。也就是说也就是说，我们要让大家知道，就是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华侨，我们是希望祖国早日统一的，是我们是反对台独的，这些。所以国内有什么事，我们那边马上就做。